达兴大饭店的地点选得实在是巧妙了，就坐落在台中火车站的旁边，高于四周建筑的饭店实在是令人难以不注意到它的存在。达兴的大厅延续了饭店外观的风格，浅灰色的大理石地板搭配上米黄色的墙壁，明亮、干净又清爽，便是旅人对这里的第一印象。饭店提供了单人房、套房、四人房等多种选择，顾客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挑选适合的住房。一觉醒来之后呢，还有精致的早餐得以享用呢。